射飞镖，飞镖是的，笑屁像飞镖，你怎么要像？因为你刚刚一开始，我没有说你，我说他说我啦，因为你一开始的那个脸，感觉要跟他干架一样。我们休息20分钟回来了，射飞镖。对呀，我们要射飞镖。问一下，青青有在射飞镖吗？有射过，但是平常没在。大家顿点都要顿点，对啊，有。射过。其实我想问你，你一开始的形象是这个样子吗？现在只要实况就知道，你应该你都觉得你现在已经腔掉了吧？没有，我很脸超红的，他脸超红。其实我本来就是一个很容易腔掉的，只是在主持上面就是会突然的变一个人。这样好啊，可以切换啊。就是其实昨天那一个不是我、啊，不好意思。所以你在夜市射过？对，准吗？不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准的话，我们就觉得节目不好看。对啊，就是要射到小帅哥这样子。那那我们可以提早下班也是不错。对。那这个，你说，不是我射的，就是让我可能在这边射，没有这边要进空的那一种啊，完蛋了，就是人身安全问题。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要先去隔壁棚。对 ，OK， 我射完再跟你们讲。不用那么累啊，我们那个飞镖靶直接去隔壁棚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就这边安全区好不好？要射去那边射好不好？啊，我们请威力拿着，对，威力那边射，威力拿，不要那边射。放在头上。对，那希尔呢？我之前有在朋友家玩过，但是好像也是需要清场的那种。真的假的？直接都放 AOEG 两个人，好紧张。哎，对，我们那时候，我之前不知道会射去哪里。我们之前在玩那飞镖靶，我都觉得哇靠，就是往前前面站很危险。我后来跟我朋友去那个酒店，就是那种酒吧。你们去酒店？他讲酒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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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来了。酒吧。在射的时候是有人在。哦，你都去酒吧射啊？你都去酒店射？不要，你不讲，没什么好讲。反正就是在酒吧射那个飞镖，有人往后射，往后，他射他往后拉的时候就往后抛了，你知道吗？好可怕！所以希望两位不要这样，好吗？好恐怖哦，没关系，我们一样，那先让他们练习啊。好，对，我们一样，那你们一人有5把可以练。然后呢，请站在这个黄色线后面。好，来。没关系，幸好只是三标射在地上而已。对。好，来。你是觉得没有人理你？什么？我吗？理我吗？没有啊。好，你有办法拿麦吗？夹着。你躲好快。可以。来，我先躲着。大家咬着，这样比较帅。等一下，咬着。好像夹着好难看哦，我是应该对，捏散一点。你那边还在危险范围内哦。啊，应该不会到这么边边吧？哎呦，弹射好，嘿，哎，哇，好可爱，第二标，好，射得很好啊。对啊，其实是开始还是练习？没有，在练习，给你练而已。嘿。哎，你很准，你很厉害，而且还是抛物线型的。你是那种考试前就说自己没念书，对不对？没有，考试前真的没在念书。好，嘿，哎，哇，他刚刚射到红心了，谢谢。你很厉害耶，那你3把就可以，来换你去练习，换戏了，来，青青回来这边，回来保护区，对，太猛了吧，这不得了哎，这已经是红心了，这个。哎呀，你很准啊！哇，但是不能控制数字啊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很好啊，你们都有射中，很好啊。对呀。哇！射到铁的地方，铁的地方射到很好。如果刚刚Cindy 跟杰林还坐在那边的话，现在应该已经凉半截了。不知道跑去哪里？这边。OK， 那你们两个其实都很会射。那怎么样？怎么了吗？来，大家可以走出来了。游戏不见了啊！不要，先等等。我听到主机了。你的电脑发生问题，必须重新启动。我们刚刚在收集错误资讯，我们会为您重新启动。没关系，我们就先射，先射。那我们先请，因为我们会玩两个游戏，那先请对各射一次，先请那个青青帮我们射第一局。好，先跟你讲一下，我们就是射到什么就玩什么。好，然后呢，前面两个是 PC game， 然后呢，后面一个是桌游。桌游一个是男生女生配 ，Uno 叠叠乐跟男生女生。所以说最好不要选到的是男生女生。15到20，对，15到20，16到20，16到20，我看呀，16。
十七，哪个地方都有、欸。它是杂乱的。十六，好吧，那就随便啦。没关系，你再再射，来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射射射射。会演，会演。射到为止，射到为止。会演，会演，会演。九哦，就是第二款。Hidden in plain sight。它是你要怎么偷偷收集全部的硬币？可以，可是小偷最大的本事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怎么了？没有，这没玩过，没玩过。来来，我们都可以回到自己的座位里啊。你好像是一个老师，然后在教小朋友。对，请回座，谢谢各位。他是杰林小老师哎。对，那是很久之前，还没有还正常的样子。怎么办？电脑我一踢就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黄金右脚。偷偷摸摸收集全部的硬币，这个好像宅子上有玩过，我好像有玩过。我没有玩过，有吗？我没有玩过吗？玩过一次而已。哦，没有什么印象。好，被狙击手发现。因为电脑事故，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要稍等一下。基本上，我们现在在帮电玩报报更新这边的硬体啊，就是上个礼拜在更新 iPad， 这个礼拜更新电脑。哦，那我们刚刚就不小心把 GoPro 踢掉好了。那不小心就直接把威的头踢爆。对，换一个，换一个人，对不对？很想换。哎，可是我们主机的那个按键的地方是在那边，不是这边呢、欸？为什么碰？我只是踢到手把它就这样子了。他们已经心连心了，到底为什么？他们真的生气气啊！你踩到他的手吗 ？OK， 生气气哦。你踩到他的手，他不开心。好吧，抱歉，我不小心的。偷吃硬币不被其他人发现的游戏。我记得漫才知道玩过。抱抱玩，我没有什么印象。玩过我们第一次玩。哦。它是可以四个人的吗？对，我们玩的游戏都会是四个人一起玩。庆幸对这种多人对决游戏 ，Party Game 喜欢吗？喜欢。喜欢。Party Game 他喜欢互殴嘛？对，而且他刚才有说他是人来疯，他等一下可能会玩得很嗨。你说真的吗？这个会很嗨。真人互，我们玩的游戏通常就算不嗨都可以把它玩得很嗨。你小心，你在旁边，等一下一个摔有没有？不会不会，勾起来。他可能不小心吃到一个硬币，嘿，然后两边一起死。因为希尔就先躺这样。对，把线扯断，可以吗？有坏掉吗？现在看起来是开机了，有开开开了。我们看到桶肥了，我们看到国栋弟弟。国栋的弟弟，国栋的包弟，国栋包弟，木曜，木曜玩过，我不知道哎，应该是麦卡贝的都有玩，木曜没有玩过，大家都分裂了，反正麦卡贝有玩过啦，对，反正迟早会玩到的，没有错，我们现在要等他，现在电脑，我们现在在等威力的过程中，怎么样？你说，我们来讲个屁话好了。好，我们还是来讲个垃圾话好了。好，你讲。康妮，你觉得你今天的裙子怎么样？我觉得很好，我要走出来。大家狂讲，观众狂讲。预备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要帮你放音乐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快点。时尚 pose， 然后你要来走秀，走秀 walk。等一下，我帮你放。你说 cat walk 吗 ？Cat walk。Cat walk。狗。直播好好笑。现在看到的是今夏最流行的战衣，它顶尖的时尚的流线型以及防蚊的用意，并且能在瞬间太上的瞬间，好不好？让你的男朋友完全无法了解为什么你要花这笔钱。男生都不懂，男生都不懂。有人说我家的窗帘。怎样？你这样说，你就是可以穿他身上，代表他多厉害啊！穿跳舞，真的，对呀、啊。你刚刚应该要这边有一个风，然后跟以前那个马丹娜一样喷、哦啊、的，对，要风把它压住。对，对啊。重点是一样哦，都穿裙子白色，青青却都没有被攻击、啊，因为它的材质的关系吧。对啊。先站起来一下，好，好你们两个站起来好，就可以让宅男们知道那个差别在哪里。它是雪纺，它是雪纺。对对 对, 對啊！但是我猜男生都不懂什么叫雪纺，什么叫纱。不出材质，对啊，他们只觉得这个好像软软，这个硬硬的，应该是这个比较软吧，这个比较薄，比较薄的感觉啊，没有男，这个比较飘的感觉吧。我刚刚看到，我刚刚看到有人，外面的窗帘布跟里面的纱窗，刚刚有人说，刚刚有人说，那很像我们家晚上吃饭没吃完之后，那个是谁？其实是一个连身的洋装，然后它可以就是穿在里面。我的也是连身的哦，真的？对啊，对啊，男生都不懂，今年最流行的就是这个哎。对啊，就在外面照一下。谁有穿过？六碳？谁？六碳？什么？真的假的？六碳？六碳我穿过。
我不知道，真假的？对啊，这夏天就是要穿这种防蚊子啊，都不懂。你干嘛自己放弃啊？直接讲，这真的可以啊。开一些比较防蚊战衣。哦，防蚊战衣，真的假的？好过分！哎、這個，对，啊、拍大星，哈哈哈哈哈！哎，这个好过分啊！好像、哦、你们这不懂哎、欸，蛮像。OK， 请回座，请回座。总之，男孩子比较不懂女生在干嘛。没关系，我们知道就好了。现在游戏已经好了，我们来各自拿一只手把。好，那我们前排先玩，后排请稍等，好吗？来，我们来播报好了。对，你们两位请播报。四只都是 PS 吗？还是一只是 Play？ 我不知道该讲什么。好 ，OK， 你可以讲一下选手。哎、欸，我是一批是不是？现在是 Play 吗？最右边的小洛是小谢。是 Play 吗？二十 D 吧。中间偏右的选手是庆庆，绝招紧张。按，我按，哪一个？哎、欸，我先。哎、欸，什么大家都可以按呢、啊？第二个 ，Catch a stick。好，然后按 A， 按 A 加入。谁不能加？欸、我莫名就加了，我也不知道我是谁。我是谁啊？哎、欸，我用，我是三，我是黄色。中间这个怎样？哎、欸，应该按了，好像是我、欸。我是，主要怎么？你们可以按 B 回去。哎、欸，我也可以了。哎，我是三。哎、欸，我不对，我是蓝色。怎么样选人啊？蓝色，为什么进不去？对，他们一直跳。没有，那人不能全部 B 掉，一个人按。哦好。全部 B 掉。好 ，B 掉。好 ，Sandy 先。好。Sandy 是，好，我是一，好，看我，他是二，绿色二是你，哦好，然后我是，对，哇好聪明哦，有两个枪手，然后两个是随机的，对，好 Go， 按 Start， 谁按一下，你现在大家都敢按，我是用这边还用这边啊，都可以用这边好了，这边好，其实那永远是自己算。对啊，不知道是我的还是谁的。选歪，现在要看哪一个人才是小偷。谁在偷钱？我跟你讲，我连我自己都没找到，我是狙击手。有两个是狙击手哦。我跟谁狙击手？我。好，我跟庆庆。所以杰尼，你有找到你自己吗？我根本就还没找到我自己。我也还在寻找自己。可以乱打。哎，有人在吃钱。可以乱那个吗？乱射吗？你只有三发、喔、哦，哎、欸，我到底在哪、啊？我不知道我在哪，但是我觉得我有在吃金币，哎、欸，因为一直听到你那个声音、欸。等一下，我卡，哎、欸，哎呦，我好像找到我，我要瞎了。等一下，好，谁在？哎、欸，我真的找不到我自己、欸，我找到我自己了，我好开心哦、喔，好难找哦、喔。这句话也太心灵励志了吧？哎、欸，谢谢你看右边，我看左边。好。你看，冰一直被吃。哎，艾米会消失吗？要狙击手一过去才知道有没有消失。哦 ，OK。可以找到自己吗？哎，我找到自己了，我觉得好开心哦。我可以射吗？可以啊，你觉得射就射啊。啊，射错。那射错会怎样？哎，可以射错就没子弹了。好，等一下啊。杰林找到自己了没？我这样子是。你瞄准，然后按 A 可以射他，所以观众一定也不知道我是谁。观众应该也不知道吧？观众应该也很状况外。可他们太大一直有在吃金币，所以狙击手看可以开始瞄准，你怎么没被吃掉的金币？一被吃掉就该走。所以上面的是都可以吃的，是不是？对，金币快被吃完了哦。可是有些我根本就没办法吃，为何？我也不知道哎，真的已经被吃过了。哦，是被吃过就不能。狙击手还可以赏。我要守在这里。嗯。我看到了，哎、欸，我三杀没嘞、欸，他现在显现出是哪一个？哦，被打到了，你发现我了？对，我打到希尔，好厉害哦！刚刚又晃了，哦，就要重新找自己，有受够了。帅，这是一个寻找自我的游戏。那一样，谢谢你顾右，我顾左。好，我现在在找自己、啊，我动不了了，我也不知道我。你动不了？嗯，哎、欸，威力轻轻动不了，他的那个是没感应吗？有吗？我找到了，看灯有没有亮？没有亮，没有亮。现在有了，有吗？我亮一下就没亮了。接触不良。好，都不行。
我真的会很眼睛快瞎掉感觉。我跟你讲，我连我要找到自己我都觉得超痛苦。真的？你找到自己吗？因为大家都长一模一样啊。真的，大家都长一样。他说要怎样找？而且你在找组的时候，可能他在游。有些人会骗啊，你要看那个动作。哇，直接换只手把。哇塞！这样哦，可以那个吗？我在尝试，是越多金币越高分，是这样吗？不知道啊。然后如果小豆全部吃完的话，这游戏就结束了。哦，所以要到吃完才结束？不是哦，我真的是觉得这个很难哎。太难了吧！我要下去把它拔掉。哇塞！我怎么觉得三弟好像在看影集的人呢？三弟你在追剧哦、喔，在追剧。我很认真。第几集了？你是在追剧？我很多不讲话不動。因为我很认真，我超认真在看。我顾两个地方。不是这个真的很难哎、欸，我眼睛真的快瞎掉，超难找的。你刚刚发现我的如果我们玩这个游戏，然后我们视力衰退，麦卡波会补助、啊。视力要补助。哎、欸，有人教学，他说有一个技能是标记，标记那些走过金币没消失的人。按 Y 可以标，是不是？好、哦。哎、欸，好了。哦。哎、欸，我怎么觉得我没吃，然后也在等？为什么我声音发子弹了？我按了 RT 之后声音发子弹。哇塞。还是他是连续关卡？哎、欸，我是迷失自我哎、欸欸，我刚觉得这一个人，你说他好色、欸，哇，这样不是对不对？不是啊，他明明就消失。你刚刚晃过去，金币有消失，表示那边的金币已经被吃了，不是他吃的。哦，没有，他会一阵子后才消失。哦，那个是要闪过去，就是他是狙击手才到的东西。金币快没了。你根本就看不到，不是？你们可以帮忙扫一下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哪些吃过，哪些我没吃过。守在这边啊，守在这边，这边还没吃过。右边没了。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，多一个。我吃超多的，你超会吃的，我刚刚一路都在吃，真的很猛，吃饱吃满。按 B 可以换别的模式玩，你看。好啊 ，B。赛跑，哪一个？赛跑。哦，赛跑的，一样是 play 吗？好。还按到了，快，对不起，抱歉。我好想吐，我看到好想吐。哪一个？这个吗 ？Death Race， 第三个，对。一个加，一个加。我先，三弟先加。就是往前跑，会有很多人一瞬间往前跑。我是第四个。你要看哪个？我是第一个。好，我是第二个。好。续的是第三个，对，好 ，Go， 赛跑喽 ，Go， 这是什么模式啊？就是赛跑吗？对，跑到最后一个，谁按下那个？按 Go， 按 Star 吗？没有人敢按，你知道吗？我按。又不是前脚，又不是 A 是走 ，Y 是跑 ，A 是走 ，Y 是跑，然后一样有 L 跟 R 可以去瞄准人设了。所以我们要跑又要射啊？对，你们要看哪一个人可能是敌人，可是因为很多个，先到终点或出坡下的人是陌生人。哎。哎、欸，那个那么像，哎、欸，那个直接跑的那个啊！我要怎么后退啊？没有后退，没有后退。哦，真的假的？那骷髅还不射他，那个骷髅还不射他，那快到终点了，不射他。哎、欸，我没射到，没射到。哎、欸，我也可以射吗？耶！哦，大家都可以射。哎、欸，我刚刚没有射到吗？他一定要在准心里面。没有，然后没有我，快跑。OK， 先走了，各位。你们要看那个哪个比较像人类啊？人类很不会演哎、欸，这样会演啊？哦，好，就是先挂机嘛，我懂。为什么画面上只有三个瞄准？对，因为没有人按。哦，一个人有人射掉了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哦，原来是。哎、欸，就射掉了。我又不见了哎、欸，我是那一个不会动的吗？哎、欸，不会动的很多个哎、欸。没有，你要按 Y 跟 A 才召唤最高。有会动会，我看到了，你冲这么快，你冲这么快，等一下，你冲太快了，你冲太快了，没有抓他了，没有抓他，他冲这么快的，最下面那个冲没有理他，这是一个眼馋的游戏，对。
空没要抓他、欸。我已经没有表，你不表了、啊，白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还是被发现了。太明显了，希尔。哎、欸，只能射一发子。对对对。哎、欸，但是我死了就不能射别人了。你死了也不能跑了。哦，但我也不能射人，射上面那个在走那个，因为我不能射了。我要再观察一下。第三个是吗？第二个一直走。所有的 NPC 到中间就很难判断了哦。真的耶，真的哎，大家都走好。对啊，那个哦，而且还有人会一步这样走哎，一步一步走，一定是人。真的没有 NPC 也会一步一步走，对啊 ，NPC 会先走个几步停一下，不是？注意，有人快要到了哦，下面的皇后，有可能会是 NPC 到吗 ？NPC 到了会怎样？哦，可是那是个压力，你觉得猜到是不是？我总觉得他是冲快！哎，我一直没射中啊，气死我了！我一个加速哎，他这边他瞄很准哎，而且他是到那个确定要进去之前开始用冲的。每一次轮到的角色都会不一样吗？对，位置都不一样。对，怎么开枪啊 ？RT 啊，对。哦，我找不到自己。哎、欸，这个很叠对叠。哎、欸，射到如果没有射对，就会怎样？如果没射的话，你就只能跑，不能射了。对，谁跑？谁跑？没看到，我瞎了。我也没看到谁跑、啊，因为我已经射了一个人了，不能再射了。对，所以要主动去使用。哎、欸，快点！哎、欸，有一个，哎，能不能帮忙射？我都射了。我在跑。是这样。真的好焦虑，这个游戏。这游戏真是叠对叠。所以刚刚希尔一直抖。被发现了。我在哪里啊？嗯，我的手把是不是又不会动了？啊？有吗？我。没有，你是说那个射击的吗？对啊，因为我说上一场好像就不会跑了。我先瞄准这个哈。对啊，那个超快的，他不动，我觉得他很奇怪。哎、欸，他不动哦，刚刚说他很奇怪的时候他就不动。哎、欸，那个冲太快了、哦，那个太明显了、哦，那个冲。谁啊？我没看到，是皇后吗？很怕射错。我再可以一次中几个啊？哦，有人真的，他只能一个。哎、欸，有人跑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他不是啊！哎、欸，那两个是誰？哎、欸，没有人发现我一直在射前面的那个，你是誰、啊、我两个在前面死了，你们快跑！你刚刚都没注意到那个星星，刚他手把一回来，他直接从中，直接从起点冲到中间，好好笑哦！我一个手刀、欸，哎，加速。这个啦，对啊，是你了。哎、欸，我射了，我射了。哎、欸，两个人同时射哦，哇，好浪费子弹。那是谁啊？刚那是死了谁啊？我不知道。你是不是想要从头跑到尾？你还真的以为我们不会理你是不是？大家超安静的、哦。我们一直问谁啊，然后就不讲话。不讲话，不讲话，不讲话。说好不讲。我想说再演一下，你知道。哈哈哈哈哈！好感动，贱呢，感动。那蓝色怎么不见了？射掉了吗？哎，我刚按到，不小心。你按到是不是？我按到了。这四个几乎应该可以起跑了，应该可以跑了吧？红色、蓝色跑了吗？可以，两个，两个。耶！红色是他自己，红色是我自己。哇！这个跑啊跑啊！你是不是想射人家？我就是想射，怎么样？哎、欸，我们要换游戏吗？还是继续？再来，再来，最后一次。想干什么？想干什么？我觉得有一个好明显哦、喔。对啊，超明显。就你啦。啊啊！是谁？没中。没中吗？哇塞！
中了吗？他们那边没什么掉。那如果四个全部都完的话，就开始看到四个人从一起起跑了。起。要装得很像 AI 哎、欸。哎、欸。黄色。跑。黄色打他，黄色打他。就是我啊。黄色就是他。就是自己跑，他自己。哇。耶！换游戏啦。换游戏，请希尔去射一下。好。看你可以射到哪个游戏。好，这个游戏好烦哦，真的好烦哦。一开始要先找寻自己，对，要找自己很痛苦哎，我天哪！哦，哎，麦麦，小心，我差点就要有抗体了，有抗体了。我要射到几号比较好？不要十六到二十，对，不要十六到二十，不要，我看一下，十六到二十是黑白测。哦，好，也好蛮难的，随意好了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十一，这是十一还是四？十一吧。十一的话是什么？十一是那个叠叠乐。好 ，Uno。耶！好，那我们把手把放地上。我们往前吧。你们要玩吗？放地上。好。OK。好，这个叠叠乐好像跟以往的不太一样。我们上次有玩过吗？没有，我们每一个礼拜说要玩，结果都没玩。喂，哎，这个是要怎么玩？我有点忘记了哎。是加的话，第一个人可以先抽。然后比如说你抽蓝色一号，那你就要抽蓝色的二号，或者是绿色的一号。为什么听不懂？不同颜色的同数字，然后跟同颜色的下一个数字。那等一下，我们在玩的时候，你就跟我们讲我们要抽哪个就好了。好啊。对啊。好啊。好不好？这样比较快。好。好。可以一起玩。好 ，OK。那谁先抽？顺好了啦，你先抽好了。你要抽几号？我忘记他的，我要抽这个很好，哎、欸，它好硬哦、喔，很完蛋的，哇、哦，他动了超大一下，不能换，他动了超大一下，哦，我要让你们后面很难过，这也太难了吧，已经变温柔了，我要让你们后面很难过，哇。他是改变建筑，倒了直接呼巴掌哦！快倒了，吓坏！不用轮到我们，真的快倒了，快倒了！你是不是想进广告哦？他真的很难拔，一回合你为什么执意要拔他？因为动他不能后悔，完蛋了，你完蛋了啊！这怎么拔啦？这怎么拔啦？把他推回去，真的下班了，从另外一边。我们之前不是有。做打地基的这个游戏嘛，结果怎么一开始还没打地基就已经要倒了，真的，他很快啊，就梦幻啊，哇塞，哇哦，我操，你真的是那个破坏王，你还行外哥，我就是要让你们很难过，他拿黄色回转。回转，那这边是卡子呀，反正是顺，然后变成这样。卡子呀，抱歉哦。那所以我要抽，你随意抽。哦，三成以上不能拿，是否？哎，是吗？可以拿，因为你现在是不是状态。那我们可以拿这个哦。第一层不行哈。噔噔噔，噔噔噔。他很难，他真的很难拿。好紧张哇！哎，我忘点回去了，抱歉。那我是要这样叠了，都可以，随意叠。他要抽二号，或是抽蓝色。对，好。三号，或是剩下。怎么样？手续服，我在后面戳他屁股啦。这感觉一 round 就倒了。二号或三号啊？对啊。哦，或蓝色。劝你是不要再回转了吗？哇。哦，刚观众说应该抽红色，那跟正，假如如果稍微回转的话，就算了。不知道回转是什么意思？就不用抽黄色回转，只要抽黄色的一号、二号、四号，或者再抽绿色的回转。哦，哎，这个倒了怎么办？这个倒怎么办？跳出来的算什么？送给下一家。那知道怎么放上去啊？好，那要是用绿色或者是四号是吗？对，绿色的东西，或者是一定要抽四号嘛，对不对？哇塞，这个绿。哇塞，这就是我刚打完美的地基。头疼，绿色都是你哈，这一代很脆弱，这真的是绿色，怎么剩下都是一些不牢靠的东西啊？
或是别的颜色三号也可以吧？是吗？是三号吗？只能绿色，只能绿色是，只能绿色。嗯。哦，这样我们就要一直抽绿色下去啊。抽。你可以换颜色啊。我可以换，除非是哦，红色。那个数字是什么？刚刚三黄色三号，黄三在这里，黄三在这里，哇。有点可怕哦，这感觉很老哎，这个也是，这个好了，我这个人生就从另外一边，这个可以，在那边的话可以，怎么这么说啊？哎，他这边超不稳，这边超不稳，但你，我就是不要让完蛋了，我就是不要让你们好过，好了，研究一下，啊，这一定要倒了哦，黄色或是几号？四号？三号？二三号？嗯。这么猛，蓝三，或是三嘛，对不对？或是三号，第一层不能抽而已嘛。对。所以要抽其他三跟绿色的。绿色的。哦，哇 ，lucky 哦，好难，真的好容易崩哦，中间那一段。对啊。整个是炸的。那我们什么时候抽到？你要拿那个，你好猛哦。就是如果抽到没得抽。哎 ，Sandy。Sandy 真的是哇塞 ，Sandy 是毁灭。你可以抽紫色。为什么紫色是什么？任意一张都可以。哦，那你就刚好抽那一个。那个只有一。Sandy 很喜欢。这很恐怖哎。集中火力在中间，你只让支点剩一个。下一个可以随意抽他想要的。哦。对。下一个是随意。我觉得这个怎么抽都好像有点问题。真的。这边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有空过境是不是？这很老哎，它真的很老，但有些看起来就是要打痱子粉，对，这超老的这个，屹立不摇的姐姐了。嗯，您小心啊，是不是很凝重？哎呀，我是怕镜头拍的不好看，所以我才故意把它拉出来。哇，所以越穿越大件了。对，我怕二号，红色二号，红色二号是不是？红色二号是超红色。好，红或红色三号嘛，对不对？紫色是抽的人指定颜色，真假的？那下次我要指定人。会可以？哇！又换到我了，居然！哎，哎，再换，有点晃。所以是我可以抽三，或是红色，或是红色四号。红，因为是四吗？对，红色下一个四，或其他颜色的三号。我找一下哦，其他颜色的三号，这个膝盖胸部那里哦，我要来袭胸了，不要不要啊啊！这到底是什么节目啊？嗯，哦，蓝三，哇，一个蓝三，蓝三，哇，放上去好画哦，我抽空的。好可怕！我刚刚憋气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想玩这一个，哎，好，我要玩这一个，加油，你用，好，加油，哎，拉住是不是？应该是，我等一下，有点老，有点老，抽了，我要抽了，啊！哇，你抽太快了吧？手速哎，哇，这个那我要抽到三哦，不然你有玩没有？我一直抽三，那位很贱。可是下面好像没什么地方可以抽啊。有啊，中间有个绿色的。还有一个任意抽风的。刮完了。哇塞！哦。哇！哎，这个在抖哎。中空的。真的。刚刚我在拿的时候就已经在抖了。你是抽二吗？你不能抽，你不能抽这个。我不抽二，不能啊。你要抽。他不能抽绿色，绿色要更往上。要往上。把它推回去吗？好，你把它推回去啊。你先抽绿色。我没有把它推回去，不动它就好。绿色四号在正中间。之后我就倒了啦。或是同样其他颜色同数字。都超硬的。啊！我只是脚站起来。小维纳尼亚。老兵自爆喽！自爆怎么办？
办？纸张要干嘛？我要干嘛？没有干嘛，只有奖励，没有干嘛。耶！害人害己啊！我只是想要站起来。来了，两位来宾先选杯。哎，哇，这看起来太好吃了吧？哇，这个很有可爱的图案。你们少女先选，这都太少女了，你们先选。这个是什么口味啊？水蜜桃吧，水蜜桃，你们是草莓，喜欢就拿，对啊，喜欢就拿，不用理别人，真的，喜欢就拿。因为如果是我就这样了哈，另外两个人会被我们拆开，所以不用担心。好可爱哦，好啊，来，那我蓝莓，你要哪一个？好，好可爱，剩下我们就把它拆开吧。耶耶，其他里面是一小包一小包的啦。哦，对啊，所以呢，好，谢谢。来，苏佳一样可以试一下啊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那个进广告。不要换啊！我给你再打开。等一下，我们要来跳 Just Dance， 两个人要跳 Just Dance， 画面真好看。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